谢谢，感谢朋友们，看着你们我打心里就痛快。这个演员大伙都知道，对，于谦。哎，在相声界，喝不？于谦，于，哎，对了，马户于嘛，还是驴呀、啊？这个马户还念驴，哪个？鱼呀、啊，干沟鱼。干沟，干沟，干沟鱼啊，干沟驴啊。没有驴，这里没有驴啊。啊，于谦是于老师，您老观众很喜欢，走了街上后说相声来认识，有叫不上名字，啊，姓于，半熟脸，于，他就站住了。我还真听话啊，我还站住。观众喜欢吗？那也没有当牲口这么叫的是吧？我也喜欢您呢。啊，所有的舞台上的艺术，嗯，我都爱。说您喜欢艺术，我当然，你说好多东西你做了专业，这未必。哦，挡不住我喜欢。您是爱好。长笛儿，我喜欢笛子。我吹过笛子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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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都是民乐呀、啊！当当当当当，里边里边里边当当里边当。我死了，一块买二胡。后来看见编钟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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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这多闹啊！怎么这？我媳妇说了啊，国家好容易刨出来，别买了。哎干嘛呀？不是的，我就说，我有时候特别佩服这个乐队啊啊，一根小笛子，是一个小乐器，能让大伙高兴，那是艺术。哎呀，嗯、了不起呀、啊！享受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对呀、啊，人人都想有成绩，哎，对，给社会带来欢乐，做贡献嘛，造福人民。是，我怎么就不行呢？您也可以造福人民啊！每行每业都对老百姓有益处啊！走了街上，我那站着吧。是，三教九流，男女老少妇，我不管他什么行业的、他的工作对这个社会就有益处，他、就有贡献。哪怕说一个赶大车送菜的，哦，赶大车，打郊区来，四脖子汗流，赶一大车，嗯，拉着一千斤白菜，哦，顺口跑着拿大鞭子，多累！是，炸炸炸，对，汪汪汪。赶车吗？他累不累？累呀、啊，但他很快乐。你看着很枯燥啊！啊，这有什么？驾驾是，我就是赶车嘛。你没有他，咱们怎么吃菜、啊？没人送。我看着我佩服的不得了啊！您佩服他？我就想夸两句。哦，谁是我儿子？他说我。哎呀，给人民带来快乐。谁给谁带来快乐？最起码我快乐了很多。谁是我孙子？啊，我，哎呀，这位也不长记性，这个。哎呀，嗯，谁是王八？他说什么？拎着鞭子过来了。哎，对，要抽你那是。他有不厚道的一面。这也不是谁不厚道。但是我已经很快乐了，占便宜了吗？乐得我牙都快碎了。什么人性？美死我了！啊，庆祝一下吧。这还庆祝？买二斤螃蟹。我没了。秋高气爽，正是河蟹肥的时候。吃河蟹。来二斤。二斤螃蟹。记着大个儿装。好。哎，装好别先。嗯。拎着这50多个螃蟹回家。你先呢？我美的跟什么似的？不。别说二斤螃蟹，要50多个呀、啊，多大个螃蟹、啊？这么大吗？那不怕拿当5分钱给花了？你见过团旗的5分？对、啊。
亏着您还能看出传奇来呢。棋子蟹吧，哪有棋子蟹？围棋蟹吧，瞎起名字这个。拿下上锅蒸，跟我爸爸坐一块吃，敞开了吃。是您这饭来四个没问题，来。饿吐血了都。老头也高兴啊，还喝点。你爸爸是包螃蟹的还是割毛豆？你爸爸中秋节的生日。吃螃蟹有这动作的不是？细致吗？也是办公出巧活吗？细致怎么出肉啊？啊，老头一边吃，我就烦他这个。怎么了？破嘴呀！嘚嘚嘚嘚嘚嘚嘚，说什么呀？你啊，干点正事儿啊！一天到晚的 啊，你说你混成这样，一天到晚一个正形都没有。看不惯。你瞧瞧人家开车的，买大楼房，你看看你，你一无所有。哦。你脚下的地在走，你身边的水在流，你的手在颤抖，你心中的泪在流。你爸姓崔。你爸爸叫剑，叫什么名儿？讨厌，我爸爸说我们，你知道吗？说你别唱歌词儿的。听话啊！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说那个说的。我说爸爸，您别生气啊。这时候转过来吧。你很相熟吗？你这。我说说这个，我都混挺好嘛。别废话，小子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啊，沾酒就醉，见事则迷，欲才起意，提笔忘字啊。你就一个优点，什么？你瞧一大娘们儿，那眼就变数码的了。那是口风够粗俗的。可是哪那么些话呀？真是，我就这样，怎么着吧？怎么着？你就不听话吧？哎，小兔崽子，骂上了。说爸，您可别说这个 啊，千万别说孩子是小兔崽子。为什么？从遗传学说对家长不利。哎呀，跟爸爸犯格。我爸急了啊，撸胳膊挽袖的，嗯、啊，老娘跟你拼了！母步了还是？有哪家有说这词儿的吗？我爸好灰心，这时候开什么玩笑？小玩笑嘛。你爸太没溜了啊！没溜。我爸没溜啊，你还没见我大爷呢，更没溜、啊、我大爷不光没溜啊，人缘还不好。怎么了？在天安门那儿打死，就地埋了，十五年没人问，好人性。嗯，他一天到晚没正形。是啊，打架去，跟人家出去打架，给人平事儿去，拿菜刀砍人家，哎，偷人苹果，这什么都干过，没流氓。我劝过他，啊、大爷您别这样，管我，啊、你管我。我是道上的，知道吗？说、哦、以后你有事大爷给你停。哟、哦，我这一辈子活开了，我这样很快乐。是，知道吗？嗯、你别老往上看，我是往下看。怎么往下看？你往下看，你会活得很快乐。怎么看？你让我想想。啊，他说你有道理。怎么说呢？人活着就是这样，你老往上看，你好不了，非死不可。哦，往下瞧。怎么瞧？你做买卖，你赔钱了。赔了。你还有跳楼的呢。你跟他比，你很快乐。哦，哎，对不对？我没跳。你这生一闺女，你恨得慌。是，那还有没孩子的呢。哦，对，你这失业了啊？那还有失身的呢。这没可比性，知道这个。想成快乐是吗？啊，你媳妇不要你了啊？她也没要我呀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知道吗？我就想有道理啊！我说可是有一样，大爷，我要跟您一块儿行，这玩意儿要是缺点德是，鬼了神的，我心里总受不了啊！人总说、啊、暗示亏心，神目无电，孩子甭信呐！不行，人干点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，是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，我们太让鬼为难了。想得多，知道吗？痛痛快快的，该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啊，鬼想有道理啊！是。我估计反正目前来看吧，我这辈子要说当个总统够呛，够呛，甭够呛啊，压根儿就没戏，是吧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。那我就不如我跟我大爷一块儿啊，我们走上另一条道路。什么道路？你看啊，你非挤得我说什么？什么？我不能说，我怕他们知道我逮我。我要黑社会，
我可不能说啊，我不能说，还不说呢？您都嚷出来了。我们这租制你知道吗？还租制？这租制好口风。看过电影《古惑仔》吗？知道。大伙啊，来对对，我们就一块儿做香港那黑社会红星社，知道吗？《古惑仔》里头有。我叫红星的。哦。不过我不是总部，我是分社的。我牛栏山的。红星，我牛栏山的。二锅头。二锅头两瓶。讨厌。不能闪电，什么叫两瓶？什么？我们有组织，你有什么事儿用着我呀？我有什么事儿能用着你们？黑社会啊！你看我穿多黑，我这也是黑的。你我照顾你，没有这么大反劲。你有事儿，你保不齐得求我，给你平事儿。我能有什么事儿求你？你办事不求人，那倒不至于。你家就没事了，有事儿也求不着你。还、哎、是你看，我举个例子，你说，哎，你看什么事儿？嫂子，嫂子不输，我媳妇已经啊。前列腺吧，对，跟王大爷一样，哪有王大爷接出手来？这，没有啊，女的没有这病，没有啊，啊，腿坏了，腿坏了，腿坏了啊！我大夫给你接，哎，接反了，俩科学债冲后，丧心哎呀，狗啊，这怎么的？科学债冲后是狗，知道吗？医疗事故嘛。事故那叫是事故吗？啥事故啊？医疗事故吗？啊，咱给评事儿怎么评啊？我让这个大夫他们家天天换玻璃，你砸人玻璃，扔大粪也行啊。不过这得单加钱啊。那当然了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你抓砖头跟抓粪感觉不一样。对呀、啊，这黑社会还真够脏的，我告诉你。有事你说话，我什么没有没有，我们这都是修炼出来的人，还修炼？不是说一上来你就能出去，人五人六如何说？不是，不行啊！我刚开始进这行都瞧不起我，哪行都这样，同行的辛苦啊，是吗？走一绿脸过来了，这就一嘴巴，一大嘴巴，人家闻着一身花，光着膀子，这儿两条带鱼，这带鱼啊，都瞧清楚了，哪如戏珠？我也纳闷，打完都不敢喝嘴。啊，人家比咱进门早。哦，这也入门。怎么打我呀？嗯，你怎么不戴帽子呢？这就打。你这是是道理吗？管着管着。那不要紧的，进这行守这行的规矩。哦，转天戴个帽子出来，那就行。走一句点，还打？谁让你戴帽子了？哎，你哪说你去？都不行，我得找我大爷去。哦，他是这行里边的前辈。就是头给我出主意，老欺负我，你说说呀？开个道，走到我大爷家门口，一听屋里边、嗯、打我这个，跟我大爷正说话呢，聊天。我打了他，怎么怎么着？嗯、我大爷说：“你这不对、嗯、啊！你打人就有原因呢、嗯？什么叫戴帽子没戴帽子？就是不像话！你得打他心服口服啊，明白吗？比如说，你可以这样，怎么着？走一步一点，你跟他说，去，给我找一大姑娘去。他给你找来了，嗯、要是胖子，你就骂他，为什么不找一瘦子？”这该打，找一瘦子，为什么要胖子？找鞋词儿，哎，去，给我找件褂子去。嗯，我找西装，你打的，嗯，为什么不找制服？哦、找人制服了，啪，为什么不找西装？没事找事儿。我一听，我不能进去了。怎么？我大爷不向着我。对了，净给他说话了。转天走对脸碰见了，过、嗯、来，我心说坏了啊，看你干嘛？怎么着？嗯，给我找一大姑娘去。哦，找一胖子，找一瘦子。哎，对。我领错了，两条腿，他都愣了。我找件衣裳去啊，要西装要制服。哼，啪，怎么还打呀？你怎么不戴帽子了？你这还这个？好，他就要打你，怎么都能打上。我招大爷去了啊！我退出去行吗？我不干这行。哎，不是这这行忒不说理了。谁想到这么问回来了这玩意儿？大爷劝我不要紧的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知道吗？这是锻炼你的心理素质。这个，这是打你疼吗？疼啊！他是练去，怎么练？练去，练挨打，挨打怎么练？练完挨打，练打人。哦，你以后就能独当一面了。哦，我说您教我，我教你。嗯，先小打砍刀，先练刀砍人。我不敢练呢，就去练胳膊啊！你没劲儿不行。得有劲儿，这胳膊得有劲儿，得抡。我怎么劲儿？练，抡，拿刀，拿刀劈，就这么劈。哎，我说这怎么着？你这样、啊，一般这手抓着，这手劈，这砍人吗？哎，啊、你好比说你这儿就有一个人了。
哦，抓一人，哎，就拿刀这么砍着，就真抓人。刚开始练的时候，你别这样，你拖块面啊，拖块面，然后你拿刀，啊，这么练。您练的时候前面也搁一锅吗？嗯，忘了。那就是刀削面，知道吗？不是砍人，不是练功啊。白天跟我大爷在他单位练这个，一块儿，是，你俩一块儿练。白天练刀，晚上练掌。掌怎么练？我大爷有个练功室，屋子，你瞧不见，烟雾弥漫，乌烟瘴气，挨打了都怕跑了啊！一丝不挂，啊，再拿手就被手缠上，他杀了人吧？哈，哈，挨打的喊，呵，别练，别练了，别练了，这是晚上是吧？啊，是啊，没事。您这工作。白天削面，晚上搓澡是吗？练功，练什么功啊？您这我还练跑步呢，跑步练的干嘛？轻功啊，万一警察追你呢？好跑，跑啊！啊，早晨四点就得起，那么早出去练轻功去？怎么练？刚一出来，警察过来，哎，喊我啊！我心里不亏啊，没那没但是，对，我虽然我自己知道我要黑社会的，这我怎么知道啊？好吧，嗯，还练不许吗？许。回去把裤子穿上，干什么也没有光着出来的，知道吗？起猛了，您这人也太打算了，知道吗？好，大家跑，跑到昆明湖，破釜不见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我能跟那古代那人似的？干嘛？跟水印儿，腾腾腾腾腾过去。那是轻功啊，登顶斗水，走虎山岩，对，我就行了。嗯，跟着看，望水兴叹。有高人，小子，愿意教吗？愿意，教给你。嗯，回去练，腿上绑沙袋，跑，天天跑，是一天比一天沙袋沉。三个月打这儿你过去没问题，轻功成了，这有法儿。高人，我谢谢您。嗯，回去弄沙袋，天天跑，一天比一天沙袋沉啊。嗯，到最后解开这个，身轻如燕啊，来到这个昆明湖这儿，我仨月练成了，站在这儿噔噔噔噔过去了，有功夫，身上没水，好功夫，冬天冻上。摔跟头出溜也过去了，知道吗？也行，什么也行啊！啊，就这功夫，打这起我算成功了，这就叫成功。打这起我就了不起了，呵呵。有几个小弟跟着我，您还有兄弟？跟前有一孩子，14了，不上学了，非跟着我混。好，来孩子，有发展，有志气，知道吗？哎，人往低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来跟着我，全下来呀，跟着我走。哎，啊，这是我的小弟，嗯，还有一下岗工人。拄着拐啊！我也跟你混，好，跟我走，你当保镖，残疾，还有一哥们儿，小儿麻痹，摇着轮椅也跟着我。哦，哪黑社会福利院的呢？行不行啊？跟我一脸面，笑死你了！知道吗？带着仨我满处走，我高兴，庆祝一下，吃饭，喝酒，痛快痛快。啊，咱们这个组织就成立了。啊，来半瓶啤酒，咱几个人一醉方休。啊，哎呀，手上太小了，一人来一两，一人来一两。嗯，哎呀，吃完就吃，庆祝一下嘛。哦，成立了嘛。来，来碗拉面，赶紧，哎，吃拉面。哎呀，酒足饭饱，嗯，这肚子就吃的跟下午5:30的马甸似的，还堵一块儿了。哎呀，痛死我了，高兴。一走，哎，哎呦，我手机哪儿了？啊，丢了，我都黑社会了，还有人凑我。哪有黑社会？您告诉我，我黑社会。哎呀，我手打一电话啊，哎，通了。一般偷手机的不敢开啊，对，不敢接，偷完就关了。是，我这还开着呢。哦、喂，我手机在你那儿了。嗯、啊，在我这儿了。呵，还敢跟我这儿说话啊？你哪儿了？啊，你40分钟，你上清河找我来。我怕你啊，我有队伍的人。把车摇过来，来，拄上拐。你蹬自行车驮着我走，清河平日的呢？哎呀，还瞪着我，坐后边搂着腰，后边跟一拄拐的。哎呀，腰无力的，黑社会太惨了，知道吗？千万别误这道。到清河那块，拖着带板。你哪儿了？我们到清河了。你猜啊？是。1.5小时以后，五楼见。啊。给我弄死你！我操！真狠！蹬自行车，啊，拄着拐，哎，摇轮椅，摇轮椅，摇到一半，摇轮椅，这说了，啊，我退出行吗？哎呀，我手都破了，啊，我不去。哎，
我就可以收拾你。到鼓楼打电话，你别打了，我们到了，你才到了 啊，五十分钟前门见。哦，呵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蹬啊！什么？拄拐这偷着就跑了啊！哎，是，就剩我们俩亡命蹬啊，蹬到前门打电话，您哪儿了？啊，哪儿了？您这会儿才到，二十分钟蔡慧莹见，蔡慧莹了，这孩子欠了，你自个儿骑着去吧，我受不了了，车都给你了，等，等蔡慧莹手，我真弄死你，我笑死你，我错死你，我啊，等，敢偷我手机，嗯，正看着呢，来辆公共汽车，哦，车门一开，司机下来了，啊，下回坐车呀，惊醒点，手机落车上，哎呀，这仨人退出的太冤了。他走了我才明白，我跟这八幺九跑了一圈了。这帮线儿您算是明白了。嗯，得坏了我了、啊、小弟们也不跟着我了、啊、都一人一样了，自己干了，我有能耐，有什么文武双全，我怕什么呀啊？是，我这趟街最起码门口这趟街是我的，门口这趟街收保护费，您凭什么找人收保护费？对面就进来了啊！以后按月交保护费，知道吗？哦，哎、你看这哪儿？啊，派出所。让你出去真不错了，我一身冷汗呢，这他妈都留下。哎，那是啊，嗯，斜对门海鲜城。啊，这是买卖。七层楼海鲜城，大的还有钱。嗯，我的。最后我就进去了啊！哟，水族箱里都是螃蟹，哎呀，螃蟹，哎，这龙虾，哎，这鲍鱼，这社会什么都没见。四个保安把我搀出去了，搀出去了。到最后他不推我，我真以为是搀了啊！真是，我想了想，我是干什么来的？啊、我是收保护费来的。还想就回来了，经理呢？老板呢？哦，这儿。横劲儿来，老板来，好、哦，您是黑社会的，收保护费来了，好、哦，大、哦、您好、啊，以后您多关照，这不要紧的，好、哦，今儿不能白来，我得吃你，哦，您看您喜欢吃什么，我喜欢吃，你也没有别的，啊、我就喜欢这带壳的，好、哦，给抓把瓜子儿、哦、啊，海鲜城特色瓜子儿去，我一边走我恨啊，真是啊，您要脸不要脸？我以后我不上你这来，谁让你来了？没羞没臊，我才不去呢！啊，请我也不去，没人请我。上这儿，那边挨一家呢。怎么呀？那叫什么？迪厅啊！哦，蹦迪的，蹦迪的地儿啊！晚上开门我去了。啊，到门口，哥，我收保护费的来了，上这儿来。好，那边买票去，买票。我是黑社会，买票去。哎呀，等着我。买完票回来，你敢不让我进？废话，你敢不让我进？有票谁拦？吓死你呀、啊！迈步进来，坐在这儿啊，音乐咚咚，我这个心呐，噔，救命啊！太闹腾了，救命啊！保安过来，憋着鼻子，撬开嘴，给我倒速效啊！就你这个货，还有脸出来啊？给我送家去了。嗯，我想我没有人就活不了。是啊，我给他们做了个锦旗，啊，写着“人民卫士”，都给送去了。哎呀，太给黑社会丢脸了！以后你们这儿提我有事提我啊，提我。还提你干嘛呀？今天看来这不是酒吧，上酒吧，我到酒吧我去，我去收保护费啊！往这一坐，来杯酒，咚咚咚咚 咚，倒杯酒，坐着喝。不错呀、啊，啊！你看今天我来啤酒打折啊，天天打折。谁告诉你的啊？谁告诉你欺负人、啊？我是黑社会的我。哎呀，喝了喝太多了，我得上厕所。我掏出一张条来写上，干嘛？我是黑社会的。嗯、我往里边吐了口痰，压在我这杯上，把人偷酒，上厕所去了。我这一看，没人敢动。那是、啊，没孩子呢。啊我不是黑社会的，我也吐了口痰。我想了又想啊，还有脸想？还恶心？是恶心啊！
啊，我都替你恶心。你也喝了？没有，我先看条就对了，愣着条先喝的。嗯，太自信了。回来我想了又想，为什么他不怕我？是没纹身呢、啊。就靠这，肯定的，身上那个脓都满了。嗯，主要是你扎你疼不疼？当然疼了。我才不犯那啥呢。您买小孩贴的那个，你贴画。不，我来大个的，贴满全身，不让你蓝的，都贴蓝的没意思。我来个红的，红的，贴红龙，后背都粘满了，都粘满了，后背都粘满了，粘好了，穿个小褂。哎呀，北京人不好骗。我上车站，火车站，火车站外地人多，我吓唬外地人，往这一站，一铁站，等火车的老乡们都吓坏了。啊，黑社会的，刚说完下雨了。这帮人都往后退，退到房檐底下躲雨。我要过去，老家借花、啊、我背雨没身子了。怎么雨也别站着，我就看四十多分钟、哦、雨停了。是我这都花了，全模糊了，把钱都拿出来吧，我是收保护费的，还要钱呢。老乡们看着我，你看都流血了，走吧。我就是黑社会，我后背还有呢，解开衣裳，趴后边，趴后边。我是黑社会的。是，老乡们乐了。你见过哪个黑社会的还闻着蜡笔小新呢？这贴错了，是怎么的？我很尴尬。那是，但是我不怕。怎么？我自己可以唱歌。唱什么呀？大象大。我是黑社会的，你们可怜可怜我吧。真的真管用啊。是啊，纹身太管用了。那、啊、怎么给五毛的，给一块的啊，苹果的，还有小孩给我半块饼。哎呀，拿着当要饭呢。不对呀、啊、是啊，道上没有这样的。是这、啊、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我挺恨得恨的我 啊拐弯往家走，那有一烤白薯的，我当一脚我贴炉子上了。啊，我受保护费的。怎么样，他一挥手来四十多个都烤白薯的，嚯、哦！这顿打我呀，一边打一边说：“我们原来也是收保护费的，是吧？”全都卖了白薯了，是吧？那咱好干，谁干这个呀？啊！不行，前辈，别，弄你们一头色子呢。前辈们，你说我刚进这行，我怎么能挣钱？怎么不能挣钱啊？我们这都学好了，还有你这没羞没臊的啊？找夜总会干嘛？哪怕给那小姐们拔创嘛，哦，你也能挣钱。对呀。这我很喜欢上那个地方去。是啊，风化场所。嗯，我虽说没消费过，但我一直渴望上那个地方工作。对，因为没钱消费的。谁说的？我这不正收着保护费呢吗？收上来了吗？门口不远有一家。啊，晚上我去了，一进门有一个小姐跟那正哭呢。哦，哎呀，没事，有事出去说，别哭了。啊，您高寿了？嗯啊，老太太呀，看岁数不小了。三十怎么了？啊、哭成这样。我说我们今儿早上来玩来的客人，还是不给钱啊？说好了给钱不给钱，还欺负人啊，还骂人还打人，哎呦，太不像话了。是，先给你多少钱？100，我先给。哎，你给，先拿着，在哪屋呢？嗯、我去拔创去。噔噔噔，往楼上走。我说就是你 啊，除了消费来不懂吗？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嗯，这是玩笑的场所啊，花钱的所在。你不带钱能出来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性质很严重。哦，啊，把钱给了，不给，怎么着？真好，有这么一想去，呵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是擦了，知道吗？嗨，别提这，我不擦我都吓一跳。你真不给吗？真不给，当然不给就不给，咱们交朋友也好的嘛。交朋友，以后到这儿有事你就提我。啊，哎，这还像句人话。啊，大哥怎么称呼？我叫于谦。不是。